沙拉越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州属，拥有124450平方米的面积，拥有世界最雄伟的洞穴、翠绿的森林、奇特的动植物、白色沙滩与幽静的小岛，魅力无止境。有“犀鸟之乡”美称的沙拉越，以独特的文化、管理和生活方式，凸显出其州属的与众不同。沙拉越的首都古晋，是泉州人口最密集的城市。325132的各民族的生活，像极这片土地一样多姿多彩。人口持续上升，也大大提升了人民对生活素质的要求。在沙拉越发展历史中，尤其是古晋，购物商场和林立，已为沙拉越人民在各个生活社区里享有更美好的生活素质。E-Mart， 沙拉越第一间以每日24小时营业的购物商场，坐落于石角区，它已开始其运作，为古晋的购物者提供便利的服务。Kami suka pergi mat tu, barangnya semua lengkap, semua ada barang baby, barang dapur, apa semualah, semuanya ada kat situ. Promosi dekat situ, pun ada member card pun, ada harga yang ada beri diskaun lah. Jarak dari rumah kami 4km je, si jauh. Sebab biar kami suka pergi situ. Staff di situ semuanya okey, layanan pun bagus. Anytime pun boleh shopping, nak beli barang dapur ke apa semua, 24 jam sebenarnya berbuka lah. Di E-Mart 超市，我们提供顾客一站式的购物体验，我们尽一切的努力确保顾客可以买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且我们的提供的货物也价钱公道，我们希望顾客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物超所值的。我叫仁华，经营海产业，我选择 E-Mart 是因为 E-Mart 给了我一个创业的机会，以设备和环境可以让我的顾客很开心的买海产，谢谢 E-Mart。 E-Mart 创始人吴真士先生曾是一位谦虚的冰淇淋销售员，他努力不懈的奋斗，最终达至他最初的梦想，即开创购物商场。E-Mart 对其工作人员、零售商及购物商场都持有同一个方向，那就是给予顾客最好的商品和服务。E-Mart 超市是人流量最高的超市，我们拥有价廉物美、种类繁多的商品供客户们选择，从新鲜蔬果到百货部门样样俱全。作为全沙第一间24小时的超市，经营24小时营运的超市，我们提供了客户们最佳的购物便利。E-Mart 超市，你最佳的购物选择。我们的冷藏部里拥有最新鲜的水果菜类，包括海产、肉类，价钱公道，使我们的顾客买得安心，吃得开心。这项合资企业计划是由 E-Mart 集团与杨桂林建筑有限公司联手打造，工程则由顺和建筑有限公司承包。是什么原因让 E-Mart 成为城市人民的最佳选择？方便、省时、合理的价格。
舒适的购物环境，服务与商品的素质。Kita lama join imat sejak hari dulu subak. Kami selalu datang ke imat ujung minggu, taya murah. Lagi pun mayuh tu pilihan. Kita ada boleh datang siang hari, malam pun boleh enggak. Harap imat boleh beri utai mamayuh itu ke kami. Orang boleh beri utai mayuh pilihan itu. Halo, saya si Huang Meiling. Saya si Kia Hujing di Beng Batu Kauwa. Saya tak pergi lah imat di Beng Pai. Beli cair lah, beli hu.生炒米，了了咪惊了了啦！伊妈这边个开业是真正啊，有只我当时我无闲买咪惊，我阿妹是买当买，真舒服啦，真快啦，真舒服会使啦，挺好啦。过去几年 ，E-Mart 努力地将自己打造成购物王国，提供广泛的商品，以让不同民族的消费者选购。石角区 E-Mart 的周围商店也因为合理的价格、经济实惠而成为许多市民的选择。我是 Jackie Ngo， 来自 Ideal Vision Optical Center 眼镜店的创办人。 OK， 所以我是其中一个 E-Mart 的 tenants， 所以我们会选择在 E-Mart 做生意，是因为我们觉得 E-Mart 的位置很好啦，就想说它在又靠近市区又靠近住宅区哦，说它的人流量应该会很高了，顾客量很高。所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说，因为它是24小时 one stop shopping mall 咯，所以它的经营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可以抓到更多的顾客了。所以在此感谢 E-Mart 给我们这个机会、这个平台咯，可以在这里做生意了。每逢佳节前夕，该购物中心将为居民们提供许多优惠和折扣。E-Mart 一站式购物商场附近的5公里范围内，拥有超过14万居民。E-Mart 一站式购物商场占地8.9英亩，包括 E-Mart 商场底层75000平方英尺的75%的商场里，设有空调，300家零售店和清真美食广场。Here at E-Mart, we have our tenants and our customers who are our first priority. And we have our professional team members in E-Mart that will take care of every one of our investors at all times. E-Mart 除了提供各式各样的百货商品，它也再一次突破性的提供儿童娱乐场所。家长除了可以开心的在这里购物，他们也可以安心的把孩子放在这里享受娱乐设施。E-Mart 是你唯一的首选。E-Mart 的一楼提供了许多宽敞的免费停车场，商场周围的地下停车场也设有1233个停车位。E-Mart 四周围的商店，包括银行、外汇兑换、诊所、医疗中心和小型邮政局，也将为民众提供不同的商业设施服务。购物商场内也将设立一个沙拉越最大型且拥有40条保龄球道的保龄球中心，这里也将会提供良好的服务质量。那就是友善及独特的传统小贩中心，为民众提供厂商稳固、整洁和舒适的购物环境。我是李家祥，我选择了 E-Mart 来这里经营蔬菜水果，这是有史以来我选择是第一个 E-Mart 超级市场里面
拥有第一，有那个冷气的设备，还有非常清洁，有工人打理卫生。在这里的市场是可以说是 very high class 的，很高级的。因为什么？这里的营业时间我们可以非常自由，是从七点早上营业到晚上八点。因为这个是提供了二十四小时服务，而是这个伊玛的超级场只是第一间，是有史以来全沙拉越只有一间是二十四小时的服务的。我是 Mr. Gok， 我是这间 Rom Pharmacy 的负责人。我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做生意，因为巴都高瓦二十四小时，这里的人潮很足够，让我生意特别的快 pick up。我们跟高层的做生意经营理念也非常的接近，跟他们合作的非常的愉快。身为零售商及贸易产业发展商的伊玛集团，已在沙捞越各个城市开拓其市场。伊玛集团的另一个发展计划就是明都鲁的 Mega Emart， 是集团最庞大的发展计划，占地达47万平方英尺，其中包括一家购物商场、3至5层楼的店屋和公寓。为了保障沙拉越人民的生活素质， Emart 开启了最大的购物市场，以满足不同种族消费者的需求。投资在 Emart 将会是你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Emart 永远可以秉持着一个双赢的这个商业模式，在 Emart 我们也可以 maintain 最高的人流量，所以今天就投资在 Emart 吧。快乐生活，幸福安康，人民的最佳选择就在这里， Emart 一站式购物商场。